收编他们吗？他们不会同意的。4000个俘虏，4000张嘴，你想动用多少军粮喂饱他们？大哥，给他们活路是他们开城投降的条件。苏州的粮仓早就空了，我们的粮食只有10天。夜州在打南京。什么打南京啊？大哥，什么打南京啊？ 回子营集结完毕，随时都会攻打南京。哎，我不识字，不要给我看，告诉我哪儿来粮食，哪儿来的？回子营，你为什么要跟他们交易啊？这4000人拒绝收编，打南京，苏州城就是空城，你放心把这空城交给他们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4000人拿起枪就是兵。 兄弟要吃，你要分一半给这4000人，再分一半给这城里的百姓。兄弟们围城围了9个月，饿了9个月。你说，这馒头是给我们还是他们？我不管，放粮。 吃饱！我答应过要让他们活着，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。人无心就是畜生。大哥，大哥是对的。让开！大哥是对的。给我让开！大哥是对的。
那天以后，二哥再也没和我说过一句话。我难过，可是，大哥是对的。